好，那比赛要开始喽。对，他们来要 PNT， 那开场。那开场就用 P 的借势。那我们可以看他们要怎么样应对。现在都在力回阶段。对。那有看着朱雨公有在闪那些飞机道具，然后做他插路的。对对对。哦，这个进去的票，哎呀，可惜。哦，不过刚刚很好，刚刚那个想要用贝尔做防护。那看看，就是在平台有做好收身，没有被被。嗯。哦，直接冲过去抓。对。哦，这样的贝尔。哦，这个哎呀，我想说应该可以再接一个爆炎才对。可能太快了，没有时间反应到。啊，对，应该是。哦，我刚以为大田拿炸弹，因为是太像了，又红又蓝，完全炸弹反的颜色。哦，这个 I， 哎，竟然没有。这是 Unity。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？大鸡鸡，很亮。哦，不过现在也是很危险，很碎的。对。啊，哦，这个。好、哦、漂亮的小小 brush， 应该是往哎、欸、这样也不错，哎呦，然后用翅膀攻击，不过这样也不错，因为它有那个风压嘛，所以可以是安全的。哦，有点抓的也慢，那 Jerry 有点知道他要，哎、呀，让 Link 的强招前跳，他前跳是一个很好手抓边的人，对啊。那哦，一个前端，哦，又想要用那个，可是感觉啊，哎呀，紧张吗？可能吧，没办法，就是比赛就是这样，就在直播台上。哦哦，一个空后。对，现在雨公和他们和 Jerry 的趴数没有很远，差很远，好漂亮。看到他在那边躺着，就直接给他一个 up 冲上。我都很会去抓 Jerry 的防御，厉害。是啊。哦，这个巨没被扫。哦，这样的一个。哦，这个这个杀机会。哦，很好。好的 combo。嗯。这那个太矮了。对，高的角色打矮角的一个小缺陷，哦，应该是后摔，对。我其实没有透视到，因为我是等他后摔之后开枪的。我要先讲一下。哦，这个很好，可是没有作用，有点可惜。哦，漂亮一个。哦，想要抓他的，应该是猜他会直接上来啊。一个账单的空闲，对对对，出那个招牌 combo。哦，哦，这个应该是一个，我觉得跳掉。然后抓他的出现。哦哦哦，会杀哦？为什么会杀？空伤。好强哦！我。不过也是因为 Fox PS 就偏来了。哦，两个可以。哦，然后现在现在两个也算一个。对，现在其实雨公按 Jerry 一直打得蛮近哦。那我们看。那雨公从先被拿下一部分是都用，尽可能用很小的伤害去把他追回来。对对对，现在对游戏有点对雨中还是有点危险。对对雨中还是就是哦哦，漂亮的下摔背，用力回去拉盆身，对他的。对。哦，这个要小心哦。哦，这个哦，直接空闪回去，我觉得这样是好的。大家看到他想要原本想要抓出那个破绽，可是他没有，就直接空闪。所以雨公会希望就都在场中央。对，我现在这其实对这个 percent 非常危险。对，就那个已经有很多东西可以杀了。
还是想要抓哦。哦哦，这个哦不会杀，这个不会杀。哦，因为挂太久，这招是就那个九星招。炸弹往上丢，然后你就不知道到底怎么抓到上来。对啊。然后他就挥了一下，然后你手指头都被砍断。对对对。脑孔有人称号，脑孔有人称号。哦，子宫拿出了 Terry。他拿的副杯。脑孔有人。不过感觉 Terry 对于飞行道具会比较头痛。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他有他的飞行道具啊，所以还好。我猜了，我们相信宇宙判断。好，一个20%的可见。对。現在手哦，然后直接哦，这个哦，这个雨宫的一些指令都很熟、哦。对、哦。漂亮的一个前 smash 抓了空闪。哎呦，看 Jerry 有没有经验打 Terry 的经验。嗯。他基本上聚会好像没有什么 Terry。是啊，因为大家都不会去按指令。哦，直接用。后逼吗？不知道是指令，没有听到。后逼。对啊，那个后逼，是后逼啊，对吧？嗯，对对对。抓了吗？对。哦，然后直接，哦，哎呀，这个。其实我一直在想说，雨中当 Q 应该会想要抓，可是看起来没有，可能抓的效益不大。哦，直接也一样后逼，这个判断很正确。很好。这个不过前面有点太随便了，打零他是 Jerry 的不好的消息哦。哦哦 ，Power Down， 还有跳吗 ？Power，Power。那感觉 Jerry 适应很快。哦，刚危险哦哦哦哦，对，哦对了一个 Friend Trap。我们看。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个会杀吗？为什么会杀、啊？还不错，好的招式。哦，等了一下。嗯。不过觉得也没有乱做事。对。哦哦哦，有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个 Jerry 刚这样，哇、哦，很漂亮。然后雨中就用一个抛弹。雨中，刚 Jerry 很漂亮，一个先给他半打，然后再用那个，他角度是有放过的。嗯。哦。这个好，有冲过去再冲一次。现在雨宫的做法应该是用一些比较突入性质的，对，把他的那个飞行道具挡掉，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去了，把他推到场边，然后哦，这个好，就是有翻滚抓到了，就是可能老，可能其实 Terry 的滚比较那个好，哦，这个一样是这样。应该是，哦，这一样，后摔，所以现在雨中要找杀，应该是不难的、啊。应该雨中这对 Terry 来说很危，对谁？对 Terry 来说很危险的。哦哟，哦哟、哦，被抓到那个 Power Dunk， Power Dunk 太明显，太明显。不过雨中马上就用一个当救，我觉得前冲拳冲完。叫什么东西？前臂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叫莱利。哦，会念英文差哦，一个小汤锅。我英文很差、啊，我下摔。下摔。要不下摔，应该前摔。好。哦，两击很接近哎、欸，两击都很接近，那你会觉得说哦，可能 Jerry 领先了，然后雨中马上不甘示弱，接回去了。就是这样，我觉得雨中。换这角色其实还算正确，应该算是有用。对啊，原本还担心说会不会因为飞行道具，这倒是还好。哦，这个 snake， 每个人都是 snake。每个人。哎，这个是有点凹哦，这个太急了。哎，这不要，这不要，这不要，没。哦，这回来。哦，这个，哎，这个会怎么样呢？真的很恐怖啊！现在应该是不，其实应该是这里比较快到。哇！哇，好酷！这个很好，这很好。他看到他是看到那个
Jerry 用回力镖，回力镖丢东西的时候，他一脚冲过去。那同时这也是 Jerry 的错，他没有想到，哎，意识到说 Jerry 去打他的时候会有什么东西。对，不然如果是我打 Jerry 的话，我会想要再跟他平行线或是推击，因为会有那个 Jerry 打，或是跳在他面前。对对对对 对, 對。那块 Terry 是有用的，很厉害。卡洛斯，卡洛斯对 Terry 比较好，我觉得都还好，觉得都差不多。好，那进入那个第二场了。第二场是选在第三场选在卡洛斯。那看起来雨宫的策略换角策略是成功，所以他就继续用 Terry。等于后摔把他打，然后打到场外。我明天临时有事情。哦好，好，现在回到比赛。嗯，那个，哦，69%。那哦，这个，哦，刚算雨宫先拿下一点优势，可是现在就换成，哦，那个现在算 Jerry 在那个，那，哦哟，哦，这个直接，这个很聪明，用前臂接回来，哎、想要 Power Get 哦，这个，哦，哦。哦、想要想要，很明显的要用恶心的招式了、喔。只是看起来有一点不太好笑。不是啊，我觉得蛮酷的，其实蛮好笑。哦呦，那个 Power Get 打击 Jerry 躲过，哎呦，这样直接空闪回来其实不太好，是不是？哇、哦，这个也是直接，因为 Jerry 还在飘，直接冲过去抓。那。哦、看到雨宫在那边跳，所以这个直接给他一个上分，就是他吞定老招。那我看，Jerry 怎么应对哦 ？Jerry 其实都一直玩得不错，都有一些对待几局说他一直忽略，有点忘记雨宫那个一打，没有注意到雨宫一打他会有什么东西，那就是蛮不妙。哦，这哎呀，这个有点太急了，雨宫想要 punish 没有关系。感觉 Jerry 开始用比较多的飞行道具去做拉锯的动作。对，哦，这个100%，这是对 Jerry 来说不安全哦。那现在雨宫在开始让他不要丢飞行道具。哦，这个有。所以就变成说，雨宫一直很接近村里。对。哎呦，这个不妙。这个哦，抛杠哦，杀了。这是 Jerry 很这 Jerry 很凶恶的一个招式哦。那就看雨宫有没有办法维持优势拿一些头寸。对，哦，刚刚那个其实不太安全，可是看起来是回安全回来。可是现在又是很危险。哦，想要用 R O K， 用爆裂之狼。哦，这是选择枪。哦，这个应该可以用爆裂之狼。可能想保留伤害的那个最大的。应该是。哦，现在 pass 跑是很危险哦，对 Jerry 来说是很危险。对，哦，直接给他一个那个，这个他没有用过，所以就没有想到。好啊，恭喜雨宫获胜。他、那個、放那个位置很好，他可以 cover 整条。对对对对。对哦，很恐怖。那我们恭喜雨宫反败为胜。对。